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佛山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所以我们今天的 vlog 呢，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圣所演唱会之前的前一两天呢，都会找时间跟大家团结一起运动，踢足球。希望我们在演唱会之前，我们可以像一个 team 一样，像一个团队一样，培养默契，运动，一起玩乐，准备到时候演唱会在舞台上发光。发人，其实像足球这种运动，球类，尤其是你要用脚来踢球，所以鞋子真的是很重要。走，他就是我们的足球队长 JS， 因为他踢得最厉害，是不是？还行。我们上车喽！这就是佛山的街景。路很宽呢，看我这一双腿，是不是很像美女的细腿？还不错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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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哇！现在走上我们的这个室内足球场。哇，还要走这么多的楼梯呀、啊！这好像某个住家的感觉，怎么不太像足球场？热闹、哦！我们要去跟他们踢吗？还蛮酷的啊，这里还可以打撞球哎！球场没人啊，耶、yeah! 请问你是踢哪个位置的？平常只会守门而已啊。守球门？看你的装备。什么鬼 ？Are you ready? Yes, I'm good. Are you? I'm all ready. 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新加坡是不是足球文化很深？对，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人不可能没看过足球的，真的哈、哦，一定都有看过足球赛。那你最喜欢的足球员是 ？Win Lim。足球。你看这个人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热身，热身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热身。好，来，热身很重要。热身很重要。受伤了不好。受伤了不好。热身很重要。受伤了不好。Liverpool lost。啊，你最喜欢 Liverpool 是吧？输了是不是？对，输了。今天你把它赢回来好不好？刘洋。刘洋是我们的超级选手，全能的，全能的，他可以踢，也可以守门。对，希望今天他是我的队友。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timekeepers 哎、欸。对啊。你的招牌动作是什么？我的招牌我没有动作啊。你不用动作，那你是用什么？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可见我们的这个足球队呢，有很多种类的选手，有真正常在踢足球的朋友，也有在用声音踢足球的朋友。这个足球赛。会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我们已经很多个月、很多场演唱会没有踢足球了，大家都很想念吧。Go， 我们是王辉宏队，王辉辉宏，王辉宏，我们在佛山，就叫王辉宏。铁头王先生 ，Let go to my knee now，So now come back start for football 。好不差，好不差，王辉宏。
出门了，安保。太松懈了。太好了！说一下你平时什么运动？我游泳。就他，就他。不行。半场休息，待会儿我们要交换方向踢。目前的分数3-1，进两颗 ，JS 进一颗吧。但是两颗都是 JS 传给我的，所以我这个助理非常好。下次我们要固定队，这样子培养默契。对，从很多现在的这个不好认。现在这个我们有一些黑的。像谁是黑的？就很明显。对，很明显。我只能说，我们不会说是谁。对，我只能说，在我旁边唱歌的。啊，很黑是。旁边穿黑衣服。就在你后面是。哎，只要他变守门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掉球。因为莫名其妙，本来就是我们的，那就去碰到一下。哎哎哎哎。黑的，我就说我们是同一队的吧。这个比赛 Manchester United, same team, brother. Wherever you are. 哦耶，妈妈 ，Nutmeg。来，你猜这里面谁的柔软度最好？我猜谁的柔软度最好？你要站起来，一起来。这边有5号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。声音要这样吗？我猜4号。4号呀。好，那我们从1号开始做动作。1号动作。谢谢。哇！2号动作。二号。你这个也。哈哈哈！认真。不能怪他，因为腿太长了。3号动作。来。你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OK。4号动作，哇！哇！你是弦乐吗？那明天换你跳进阶好不好？我会这个了，这个部分我可以。表情有道。7号。哎，脚要并起来，脚要并起来。哇！这个时候男生在干嘛？女生练那个柔软度，男生练球。要。哇，换我来。
5-4，我们获胜。预备，预备。